各位好，我是冰子。今天我们来品鉴一下昨天在 CICF 公开展出的四款奇妙模型。首先是被戏称为三幻神的幻色正义自由神翼。至于为什么叫三幻神，看这个配色就知道了，经典红蓝黄，太对应天空龙、巨神兵、异神龙了。当然你说对应三大将，我觉得更没啥问题。系列翻译过来应该叫做交叉对比色，而且还是第二弹。那第一弹是啥？是幻色的飞翼和艾比安。首先说透明红神翼，透明剑主要是用在了胸甲还有特效上，是大红的配色，再加上金色火焰水贴，土儿土儿赤炫，你别说还挺喜庆，并且部分采用了金属成型色。至于金属效果嘛，懂的都懂，售价435元，预计2024年5月到货。自由 2.0 透明蓝，外甲除了幻色外，还采用了更加通透的透明蓝做部件，并且水贴是采用了冰面破裂的概念，会有一种裂痕般的感觉，还真是精致。我个人认为这是三款幻色中颜值最高一个，售价400元，2024年5月到货。接下来是最抽象的透明黄正义，水贴的概念来自雷电，光速是吧？这个我输。而且阿斯兰还有一手经典的远雷，远烁光明，没想那么多，但设计上确实很贴合。可不同于前两个，正义上面大量使用了金属成型色，水纹肯定相当明显，但老毕说这是采用高级感金色，同时也注重于机体本体的质感平衡。莫非在老毕看来，这个其实是优点？不过最抽象的是配色，说是透明黄，但它压根不是透明黄，它的透明件是那种偏蓝的透明绿，黄色就是正儿八经的黄色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叫透明黄？售价420元，预计2024年5月到货。可相比这仨，最重量级的肯定还是 MGEX 强袭自由，应该叫它午夜涂层，不太好念，我就称它为全黑强字。外甲采用了黑色消光，再加上透明黑的零件，简单来说就是全黑的外甲。但这样说多没逼格，老毕管黑色叫做支配黑色寂静，管消光黑叫黑暗之下潜藏寂静。骨架当然不能闲着，是做了镀铬黑色，镀铬是我们不熟悉加工，简单搜下淘宝，感觉不是多么复杂工艺，不过效果还是很不错。就我在 CICF 看到的实物表现，简直是要亮瞎我狗眼。那如此神秘漆黑，蔓延向夜色尽头的全黑强字，要多少钱呢？要4200块，按当前市场价算，可以买4-5个普通版 MGEX 强字了。但它可是尊贵的全黑强字，或许就该这个价。但如果你问我支不支持，我选择去看看隔壁成品部展出的 MB 神翼。而且就算小伙伴有意思，那也有点晚了，因为他们全部已经卖完下架了。我是小小冰子，感谢大家支持和收看。喜欢本期视频也欢迎订阅我频道，对模型有兴趣也可以来小店看一看。如果有下期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